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感谢谁？他说很多角色都有备案，就只有我这个角色是他自始至终就听得到的。没有，我就觉得小众可以把它做好。就是说他看到我在画图的时候，没有吗？哎，你不要在外面把你爸塑造成这样子。小五哥在我们心中是很温暖的人。真原唱首摘金，最感谢林心如、谢祖武，21岁帅二成最强新人。3、2、1。台剧有生之年金钟五九大丰收，一口气包办实地视后，还有最佳戏剧节目等6项大奖，其中最感人的就属郑元畅，等人21年首度入围就拿下最佳男配角。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感谢谁？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就是移情别恋，对，移情别恋。因为制作人其实在找角色演员的时候，他其实都有很多备选，他说很多角色都有备案。就只有我这个角色是他自始至终就听得到的，因为他是这个家里面的外人，然后长得跟这个家人慢慢特别高。没有，我就觉得小众可以把它做好。还有谢祖武21岁帅二谢展荣，这回也以黑马之姿拿下最佳新人。就是说他看到我在画图的时候，安心了，安心了，有点太早了吧？因为他们是老人家嘛。没有吗？哎，你不要在外面把你爸塑造成这样子。小五哥在我们心中是很温暖的人。10万块对吧？全部丢进去了。可是他怎么把我的奖杯拿走？等一下，还你我拿走。跟我第一次得的时候一样，拿走了。我拿奖嘛，然后到后台嘛，然后就有人把我接走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这是我的。至于因为还有工作在身的吴康仁，虽然缺席金钟奖，还是二度封帝，最后由导演许昭仁带领。不过许导上台时背的黑色背包却意外掀起讨论。对，就戏里面康仁的包包，对对对，康仁的造型。所以是刻意要背的那个包包。对，包包很重要，还有墨镜。怕谁在我后面叫说，哎，导演你干嘛拿包上去？我差点上去拿你的包包。导演干嘛带包包？我帮你拿。他执意背上去的时候，我就知道。对，就是康仁的包，康仁的包，对，而且他差点要绊倒，对，又错几类了，因为他们要帮我拿包包，然后就反作用力，然后就错几类，徐艺婷要帮我拿包，他说不要拿包包，来不及讲话，然后就尾虎，然后对对，对，里面放小抄，康仁给的那个感言嘛。